接下来我要在 swing 的节奏里面使用4/4/4的手法，速度大概是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。我的手法使用的这个速度是这样子的：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我用大鼓来彩排，是 one two three four。当然，这四个音一组，我是用不同的音色来呈现出一组一组的感觉。你也可以去用，例如说设计一个手法，例如第一个点重音，这样子有四个音一组的感觉。好，第二组，第三个音，第三组，所以连起来是，所以是这样 ，one。